我想要出口气，发泄一下。你是谁？我只是不甘心看他们过得那么好。拜托啦，我还可以顺便整整他。你要我卖掉自己？太渣了，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 三立都会台31频道，6月19日晚上8点，《鬼之执行长》，我，芥末。